那你看他停在那里，怎么办？他难得面对我，对呀、啊。他儿子如果在他前面一起小金刚做的，多可爱！好像他儿子还没看过像金刚做，没有金刚站，没有金刚做。没有这样子。那个大的金刚站，他的。放着那么近的放大。你也可以去写。哇，好多、哦，还有这个。那里也有啊，这里。但是我们刚刚看远远的。躺树。然后他们演的，我们在那边热的，人家不理他。你有看到我那一只生不出来了，大憨憨，黑色的。因为两个大耳朵，那对方身体很热，应该热，就是。对呀、啊。应该很热啊。湿毛茸茸的，好奇怪。这是好哥哥，感觉都画上去嘛，看到他飞飞，他也逆来顺受，动不了。咬着牙撑着，对，我觉得他真的其实就是他要我飞，我其实还是飞一下，所以他很重。之前还可以走几步，现在这加两步都不行。我也是小孩，弟弟要我飞，妈妈上次要跳树，我就要踩他头。对啊，妈妈要踩他头。妈妈要踩他头。那弟弟，所以他们从小都要激发他们那个。你看，扇子，别动，对，扇子不要。爹。用扇，用兰花，扇。好兰花。我的蒲扇，我们上次。对啊，就那个啊，那个蒲扇。OK， 你这个给。打的是拳头。没要看影片，没他没看到，我在讲给他听。他说，因为他们常在七家上面看这个。对。他们美姬、美兰两姐妹都会丢吗？好笑。美兰丢到底看。姐，你这边就是热热，你为什么要来？我就坐立难安。现在进不去。回。哦，小巴也要找爸爸。对他怎么不见了？跟你妈妈两只，敢碰我妈，我痛你！妈妈是我的。